水和烂鱼烂虾烂肉烂蘑菇。如果你想要 power， 一口气把它们通通塞进嘴里。Hey Matty， 你不要跑得太快，看到怪要奋不顾身顶着盾墙去拽，我为你打上绷带，总有天会变得无可取代。穿过了龙潭与虎穴，逃开了联盟的威胁，胜利的终点在眼前，超级 Matty 的梦何时实现。穿过了一关又一关，打败了一遍又一遍，世界是不是太危险，英雄三芒的梦何时实现。故意撞掉了笑脸，现在力量充斥在我的身边，时间瞬间正带走一切，突然发现我的梦寐你无法实现。最近在黑石山庄发现了熔火之心的入口，他就是自寻死路。去杀掉赫尔库拉，不然骷髅不会停止攻击的。大小姐，此计不可久用。什么？你是叫我当逃兵吗？谁这么大胆，杀满都敢跑？等等等等，老子是 MT， 装备和钱都是我的。咱们没有被绑架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我们没办法带 MT 一起来。杀满，我来了。支持暴雪、网易、178游戏网、艾泽拉斯国家地理、AK 语音、武林帝国。哦，萨曼，怎么是你？不行吗？行，只是萨曼，你怎么升级突然这么快？哦，盗贼姑娘帮忙，带她去了几次血色而已。哦，为什么不带我去？你算哪根葱？我靠！萨满，你太不够意思了，去血色居然不叫上兄弟。你算老几啊？我不跟你们玩了，我卖银鳞胸甲去。去吧，反正也卖不出去。枉我一世英名，居然被磊们百般羞辱，求包养。对了，美女，你是怎么认识萨曼的？说来话长。那天在奥特兰克山谷。闭嘴，不许说。别理他，别理他，快说快说。闪电剑。这回准多了。妹子，快点，哥哥等不及了。MT 哥哥，你走太快了，我跟不上。哦，妹子，那我走慢点儿。妹子，哼。妹子，我们复活后你来好我，哥哥保护你哦。可是
美子，你怎么不复活？对不起，我害怕。别怕，有哥哥保护你，我们复活吧。妹子，别怕，你说要不要守他们尸体？这个不太好吧，我们还是去副本吧，守尸什么的最讨厌了。好啊，我们守吧， go go go。 等等，还有个牛呢。奶奶的，妹子怎么还没死过来？要不我复活看看。哈呀，靠，老子墓地复活，打不过我还跑不过吗？小妞复活俺们。嗯，这哥哥怎么在这里？妹子，哥哥我就知道你要路过这。哥哥真聪明，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小牛。你太弱了。你就是你们拐骗的上门。你在说什么？快说，上门在哪？不说我弄死你。我说，你怎么会认识这种没教养的玩意儿？就是啊，你把沙曼关哪去了？真是麻烦，你还是不是学生？不是混蛋！去忙，老子要找沙曼。那你去找吧。走，妹子，我带你去学校。我要去找沙曼。嘿嘿，还是金币和装备重要。不行，沙曼被绑架了，我要去救沙曼。蓝色的武器，心肝啊！哼。沙曼是无可替代的。MT 哥哥，先去学校那些强烈的蓝色装备吧。沙曼，先等我。哦，这里和迷宫一样，之后怎么走？看，再往左边走，应该就到了。啊屁！刚才就听你的，一直没找对路，这次听我的，往左边走。只有左边一条路可以走。哎呀哎呀，又开始新的冒险了，这回我来指挥，叫你们见识一下橘豹的实力。好，交给你了。这里需要跳过去，都注意了，别掉下去了。你们先打吧，别等我。哦。